我必须要讲，国民党已经输到有一点没骨气的状况了，他们必须要自救哦。嗯，政党轮替大联盟，第一个出来应该第一个响应的是谁？听到罗志强讲这个，第一个应该出来响应的是谁？就是侯友宜啊，不是吗？你是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，你的目标难道不是政党轮替吗？那政党轮替大联盟怎么会？你出来诸侯竟然会把罗志祥锤下去？哎，嗯，我是想不到，哎，是输到没骨气、没出息，怕人家什么啊？讳疾忌医吗？哎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这样讲好像在暗示要换侯，哎，不是啦，不能够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想大家听了都很有感呐、啊。侯友宜跟朱立伦才是第一个要跳出来挺政党轮替大联盟的啦，我这样讲大家都醒过来了吧？所以当罗志祥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这个政党轮替大联盟第一个该加入的是侯友宜，不是把罗志祥锤下去。